回收工啊。哎、欸，以后有人就站在这边负责回收就好了。对啊，负责回收就好了，没有？全部都我的。分开，分开。分分分。开。开。哎哎，你们跑掉了。动啊动啊动啊！跑灯跑了。快动动。别滑下去了。你可以下去了，下去。可能下去了。哈哈，我又到了。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繁星，有繁星，繁星。欢迎动，我讲我才是真的没有动过的人，就是我了。我哪一对？跟雅哈他们输了啊，没有了。看我来了，我乔四去了。所以我们要先冲玻璃瓶、嗯、啊，还有那个啦，花盆跟玻璃瓶，这两个应该是第一个会先被吃掉的。和牛奶。还有苹果是运气形式的，碎死也牛奶还好，因为它需要铁。嗯，啊，啊，啪，啪，哦，哎，我看吗？我们应该是哦，我们没看，有什么呢、嗯、我怎么在平地啊，有鸡有沼泽哦，然后就 我就只能看到这样而已。哦，有了有了，有鸡猪沼泽花雪地，哦，好像冰原地形耶。哇，什么都没有啊，完蛋啦、嗯、有沙子跟那个粘土啊。有有有有 有沙子粘土，还有历史，我哎、欸、这历史也要抢了。有有有有有独占了吗？对，独占，所以要抢。历史，那就是沙，那玻璃瓶，谁要做玻璃瓶？你吧，我去找沙子，不是找历史。好，那杰克就是花盆。嗯，所以我就用玻璃。嗯，好。沼泽方向有雪地。打下去，打下去，打下去。等一下，沼泽方向有雪地，然后沼泽的反方向那边有那个历史。哎、欸，下蛇了 ，nice。好，我没关系，我是就地动玻璃瓶。哦，可是这附近没有石头。哦，看到石头。杰克，你在游泳吗？我已经滑过来了。你待会还是从这边出生的。安安哦，安安哦，安安哦。可是如果你有墨鱼的话，可以先打。但是我对，赶快先打，你赶快先打。没有没有，我们不需要墨鱼了。干，那你就要打了。哎、欸，三木。哎、欸，后面有历史哎，我看到了三个。有，这里也有，这里也有，这里这更多，只是在水里就是了。那这样子，有人要先去找粘土喽。粘土在这里啊。哦，好，那我就各自，我们就各自。你要打历史还是三木 ？OK OK。还是你要做玻啊？你做玻璃瓶哈。嗯。啊。历史三木应该可以一起。因为历史很快啊，可恶！来吧，神之手！太快了啦，哦、太扯了，是历史吗？是历史哦。那你去打三木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拿到了，拿到了，拿到了，拿到了！哦，在要啥？我打木头。你看可不可以？我也不知道有什么。找看甘蔗皮革之类的。啊，蘑菇汤。好。苹果嘞？我打苹果好了。对，苹果也可以。你听到骷髅的声音，你叫骷髅哦。我刚听到恐龙的声音，我就哈。骷髅，骷髅啊！骷髅，我们好像不需要。没有。对，我们不需要。Apple, give me apple. Apple pan. 玻璃瓶是一个倒 V 吗？小 V， 小 V， 一个 V，
我抢藤蔓哦。嗯，你有捡到了？因为我看到海里有铁。哦。哇！我在旁边等玻璃的时候也在打树叶。啊！玻璃烧好慢啊！我觉得是不是烧很慢啊？我刚刚烧东西很慢呢、欸。啊，有了苹果。哦，太棒了！好、哦，三个玻璃瓶，耶！yeah, 玻璃是我们的，耶、yeah! ！哦，他们抢了什么？莫非猪吗？好了呢，啊、哦，花盆好了，我们可以找那个，现在应该比较抢的是书跟蘑菇汤。他们是哦，染料，染料，还好，还好。蘑菇汤哦，好，没有南瓜，好，哇，我们的那个玻璃瓶跟那个花盆，因为会害他们动作一半。啊，我拿到铁了。哦、哇，铁可以先就那嘎剪刀啊，剪刀做藤蔓、哦。来看看我这附近是做画跟亮晶苹果比较好。哎、欸，我拿哎画、欸、对吼啊，来不及，他们弄了什么？来不及啊！帮我看一下，刚有经过羊，刚没有注意到有画啊。哎、欸，他们还没抢画、啊？还没吗？还没耶、欸，那我来用，我这边有、哦。你有羊、哦、啊？啊，姑，愿意跟我在旁边哦。你赶快做啊，先做再说啊。好，先做再说，不管了。嗯。很好，他们抢了。吃掉了。啊不，他们拿走了。去死！去死！去死！你这臭羊。我把它挂在这里。被断啦。看一下，蘑菇汤还没有被抢走，可是找不到蘑菇哎、欸。黑橡木，我要去找黑橡木。哎呀，怎样？哇，森林火灾啊！啊，白痴！我以为我拿石膏了。啊，甘蔗，甘蔗，甘蔗，我看到甘蔗。加油！吹了、欸。啊，你有没有拿皮？没有皮啊！你刚刚那边不是有你哦？我没有想到我会遇到甘蔗啊！哦，我也没有想到啊！喂，没关系，我很近吧。哎、欸，刚刚我有看到牛吗？我为什么没印象？我看到你旁边啊，那白痴，你的花色，对不起。好，你的咖啡色，我以为是牛。哦，好哦。哦哦。哇哇哇！我现在要找一个皮。怎么好了？你们吓死人哦！有吓死。猪。你生日快乐！要猪干嘛？不是啦，我看到的是猪了。哦、oh. ，还有南瓜跟不知道谁的工作台。我的，你看到那个应该是那个吧， oh. 下地道的吧？我在挖了。对，你那有皮吗？没有。奇怪，皮到底在哪？哎、欸，竟然没有人抢书哎、欸，为什么、啊？快跑！大家都没皮，快跑！快跑！快找！快找！不，皮在哪里？它是面向雪山吗？还是另外一面？什么皮？那个皮，你刚刚看到哪里有皮？没有啊，我以为是你啊。就没有哈。我就看成是你啊。哦。懂了吗？啊。哦，所以我们其实都没人看到皮，就是。对，是。好，那就来找看看。千里寻皮。寻皮。哎、欸。等一下，我现在在杉木这里的话，应该可以用蘑菇汤啊！啊皮，啊皮，哦，只掉肉，有皮了，皮了，皮了！你好嗨哦！他们坐走了，真假的？啊，不管我把他坐走了，然后待会再拿这个丢他脸。没关系，我在哪个方向啊？救救我！因为我需要牛奶。
-14992046968826。好，走过去。那你说负一四九九九八九六都可以，然后四六九八。好。哇塞，他们一直 build 哎、欸！不要这样吗？想玩游戏啊？我忘记要怎么丢地图，只要丢出去就好了。丢出去啊 ！Q 一下。大家都不没有做蘑菇汤哎、欸，为什么啊？没遇到好蘑菇吧？哎、欸，可以，所以可以给懒人包吗？为什么你那一届会一直被僵尸杀？我看到你们被僵尸杀的差不多的时候就出门了。你们 UHC？ 他们全部都是八七啊，没有别的原因啊。哦，看到你了。各种不同的八七，没有特别调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八七。我觉得三十阶就是要来点 不一样的，有嗯。红蘑菇在哪里？牛！你有找到牛了吗？找到了，找到了。接下来的东西，绿宝石、秃头、蘑菇。绿宝石，哇，真的蛮运气的，所以我们隔壁是有山。蘑菇在哪？有消息吗？蜘蛛眼哦，啊，还是打一下吧。不嘻嘻嘛呵。哇塞，他们拿了什么？可恶，烂废矿，没有东西。哇，音乐不行啊！哇，冰原地形啊！蘑菇也太难找了吧！嗯，啊，我被射杀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没有，我在想那紫红色染料是红石跟紫花吗？红石不能做染料。那红色是什么？哦，红花跟花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没人做这个？就是两种花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刚刚有经过紫红，我、哦、好像有经过哦，青金瓷啦，红加蓝嘛。那先带一朵红花。那个紫藤花，那个紫色花弄下来是什么？不会是紫色吧？我记得好像、就是、好像是粉红色，对对对对对，类似那种，或是桃红色染料。啊，是洋红色染料。可恶，它为什么不能跟这个红色加在一起？哦，接下来我觉得要找，差不多都是找深怪砖跟挖矿啊。深怪砖我找过一个了。哦，那就准备往下。可是就只有线啊那些。我带一点木头下去。哇，我们要经过晚上哎、欸，难得哎、欸，会吗？超难得，应该是锁定应该才会玩那么久了。对啊，对啊，锁定才有办法。所以地上部没有东西了。我靠！你怎么了？蝙蝠吓我。法师这样不优哦。不优哦，要不砍死你。又一个生怪砖，我有没有那么猛啊？哇！哇！太会了吧！哇！哎，找不到洞窟哎、欸，有听到声音但找不到。声音变位有那么差哦。啊，怎么这次没有附魔书啊？气死！有啊，有吗？
有吧？哦，我们是蓝队哦，哦，对，我们是蓝队啊！谢谢谢谢谢，拿到附魔师了，谢谢谢谢。哎，晚上的不是打安德吗？喵哈！我看到了，安德哦，好哦，那 我这一块地形应该可以打一下。嗯，都是一样的东西。有没有马凯？有要来我们家啊？谁来得了？哇，黑白的兔子哎，好可爱哟、哦！怎么会有？哦，你说牛斑纹的吗？乳牛色。